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秒懂楞严一千日第575日，主题十回向等一切佛回向三。经文：本觉湛然，觉其佛觉，明等一切佛回向。以上消文至此，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阿弥陀佛。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是秒懂楞严一千日第575日，我们继续要来谈等一切佛回向。这是楞严经中在谈见修啊，那如何修，就是依着清净心而修，所以随所发行就会安立圣位，这个是有因有果啊。那修行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是用得上，而且会让自己的身心啊，会越来越清净而欢喜。那到了十回向呢，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就是第一，叫救护一切众生；第二，不坏回向；再第三呢，等一切佛回向。这个等一切佛回向啊，就是等一切佛哈。我们的发心啊，就跟佛没有差别啊。那至少自己的内心里面要肯定这件事，所以他讲本觉湛然，觉其佛觉。我们的觉是已经跟佛是齐等，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段呢，华严经里面就讲到，等一切佛回向的阶段任务，就是每一次的回向都要当成是佛在回向啊。那我如果是佛啊，我在回向的时候就会回向给谁呢？回向给一切的佛，回向给一切的菩萨，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回向给一切声闻缘觉等等啊，就是佛啊，回向的对象啊是一切众生，包括佛啊，所以等一切佛回向啊，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身口意就等同于佛啊，那等同于佛，佛的这个修行啊，它是随时随地都是最圆满、最满分。好，此菩萨摩诃萨随顺修学去来现在诸佛世尊回向之道啊，他遵循的是佛陀回向之道啊啊。那当这样子的回向的心呢，会有什么殊胜的效果呢？菩萨摩诃萨所有善根皆以大愿啊。你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用大愿来引导啊，那不管你是小小的工作还是啊影响很多人，你的心呢就是跟佛没有差别啊。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就可以看到啊，佛陀每天的生活也跟大众一样，着衣持钵入舍卫大乘乞食啊，所以我们每天要乞食，佛陀也每天要起食。那为什么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我们每天也在起食，可是我们却是众生呢？最主要就是佛陀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用最圆满的心去做啊。那我们就会有时候啊，不喜欢的工作就随便做啊，迷糊模糊啊，乱做一通，马马虎虎啊。所以呢，就同样是过一分钟啊，我们的心就是一下子攀缘颠倒分别啊，一下子呢就昏沉无聊无际啊。那佛呢的每一分钟呢，他都是啊全神贯注啊，身心自在啊。所以啊，要学佛就是以什么，以大愿。那大愿要怎么样来练习呢？发起正发起，
积极，正积极，增长，正增长啊。诶，我们有可以看到哦，就是啊，我都没有大愿哦，那你就发大愿。好，我没有办法发，那我现在就开始发。我现在开始发，我正在发啊，我正在发呢。诶，就是哦，开始呢，像佛一样啊，哈。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啊，哦，没关系，你现在开始知道啊。还有啊，过去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足，所以现在呢就有一点辛苦，不太熟悉哈。那现在呢就做什么？积极，正积极啊，我把它累积起来，好，把福德善根通通积极起来啊，那正在积极哈。哎呀，我们常常啊，都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学佛，诶，到底会不会成佛啊？啊，那有很多人也会怀疑你呀，啊，你就要说正在努力当中啊，我渐渐的要努力哈。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师父啊，你这样子鼓励我，我会有压力哈。那事实上呢，你不鼓励啊，你其实也在做啊。那鼓励啊，只是一个哦方向，我们啊确定自己的方向啊，跟佛是没有差别的，但是还在努力当中哈。啊，所以叫积极，然后正积极啊。佛修六度万恨，我们也是累积六度万恨哈。啊，不管你修行多久啊，我们就跟佛一样啊。佛陀是无时不刻啊，纵使他成佛了，他依然在修福修慧。那我们自己呢？当然就是也要像佛一样啊。那已经很用功了，还可以更用功啊，叫做增长。正增长哈，其实呢，我们的每一个瞬间啊，哦，都不是等着啊，哦，某一个伟大的瞬间，然后呢，赶快哦，这个哦重要的人来的，我要度他。那平常呢，在身边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每一个人，哎，好像呢，这都不是我要度的众生哈。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想呢，你基本上你一辈子都碰不到你想度的众生。啊，不是很难度啊，就是没有缘，要不然就是太喜欢了啊，就可是哎，就变成了哎，不太能够拿捏啊，到底要放多少的力量哈，啊？那要不然呢，就是觉得哎，这好像啊，跟我不对盘哈，啊，不投缘，纵使有缘也不投缘，纵使啊想投缘却没有缘啊，所以永远呢都在。那边分别啊思量，然后在那边计算啊，总是觉得下一个可能会更好哈，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啊去圆满所有的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怎么完成呢？就是见一个度一个，见一个度一个啊，就倾尽全力的啊。有些人呢，他的确会比较难调难服哈。啊，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哈，就是在高雄有一场演讲哈。那演讲里面呢，啊，来了很多不熟悉的、不认识的哈。啊，那熟悉的呢，哎，就安排座位啊，哎，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哈，不要坐前面哈。那不熟悉的呢，哎，安排座位，他也不要不要不要哈，哎，那熟悉的、不熟悉的，到底那谁要坐前面？哎，都没有哈。那没大家通通都往后面跑哈。那这样子呢，诶，这个就叫做什么，诶，这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要的盲点啊。哦，那最简单的就是哈，你通通都坐最后一排哈，哦。好，那最后一排呢坐满了啊，那我们就把前面三排空位把撤掉哦，那第四排就变成第一排哈，哦。那你如果要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啊啊，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叫做朝三暮四啊哈。哦，其实你跑来跑去啊，也都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却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取舍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哎呀，就多了好几个麻烦啊，好几个工序啊哈，啊。所以啊，如果事情要简单呢，就是什么，哎呀，随缘啊，怎么随缘啊？以前有一个啊道场啊啊，就有人发心啊，送了一篮的水果啊。那结果这个住持法师啊，哈，他就说好，那就我们现在就把它堆起来啊。那堆起来啊，啊，这个水果啊，有的是
很大颗的，有的是很小颗的。那这个水果啊，到底大家要怎么吃呢？那所有的僧众啊，就照顺序啊，就开始呢排班啊，排班的就来啊，这个领水果，一人一颗啊。那有的人呢，就会哎呀，你挑很久哈，那挑什么呢？有的是要挑最大颗的啊。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想说哦，既然每个人一颗，那我就挑一个最大颗的。可是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也在挑，他要挑什么？挑一个最小颗的啊！别人挑剩的都给我哈，没关系哈，我就是选最烂的那个，没关系哈。那其实啊，这两种人都是挑啊啊。那你挑最大颗的，就是你自己呀贪心啊；你挑最小颗的也是贪心，因为你要显出自己的不执着啊，自己的孔融让梨啊。那最简单的呢是什么？你就是啊，看到什么就拿什么，不要分别，不管大颗还是小颗，也就是差那么一口哈。所以啊，我们就花很多时间，总是在那边计算，然后呢，又算计啊，又计算又算计，然后到最后呢，就错失良机啊。那如果呢，你不挑剔啊，就随缘尽分，那一定会怎样？吸令广大。具足充满，你的心就是越来越广大啊！那不分别，不分别好恶，你都齐等的去度化，尽心尽力是这样子哈、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发心啊哈、那接下来呢，就举一个例子哦啊，我们都知道道理哦，也知道要平等心哦哈、可是你做不做得到呢？其实最难做到的是在家哈、你在道场哦，大家互相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你在家呢，你不是互相忍耐啊，你忍一辈子，总有一天你就会受不了啊，你会爆炸啊。那我们在家呢，就要懂得如何好好的跟家人相处啊。所以这里讲到菩萨摩诃萨在家宅中与妻子聚啊，也跟太太啊，跟孩子啊，都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依然呢、未曾暂舍菩提之心，正念思维萨婆惹境啊！你不要忘记啊，你是发菩提心的啊？为什么呢？有的人说，我知道，我都有发菩提心哈、然后在家里面呢，就受不了这些人都不发菩提心，或者是不懂我发菩提心很了不起哈、那你就嫌弃呀、这些业障的众生啊，或者是呢？觉得自己很孤单，好像曲高和寡哈，觉得自己的家人呐、总是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障碍哈。那其实呢，当我们起的烦恼心啊，你其实已经舍弃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包括我们家里的这一些众生啊，依然是有菩提心的，依然是可度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度的众生，所以在家里啊要做菩萨啊。那你要怎么样做菩萨？你要记得自己是菩提心，发菩提心好，然后再来呢，正念思维要有正念呢、随时随地你都会在佛的境界上啊，萨婆惹境就是佛的境界，始终呢安住在其中啊。好，自度度彼，令得究竟啊。今生啊，会跟这个家人结缘啊，会生在这个家庭啊，我就是跟这个家有一种缘分。那这个缘分是什么呢？缘分是因为我发的愿要来度化自己的家人，所以不但是自己要能够啊立于不败之地，正念思维萨婆惹境啊，而且呢还要怎样善巧的度化家人呐、度彼啊。那目标呢，就是要得究竟法，以善方便化己眷属哦啊。但是每个人得度的因缘都不一定哦，也许我们很有善根啊，你的朋友或者是师父啊一讲，我们就会信受。但是也许自己的家人并不是这么有善根，但是他的缘分呢啊，是否因为我们的善巧方便呢，就可以让他比较能够成熟啊，所以要很有智慧的去化度自己家的眷属啊，
那因为每一个人的缘分哦，都是不同的，所以你度你的众生，我度我的众生，一定是有缘才会出现，而且结为一家人的缘分啊。那一般人呢，其实啊没有到这么的深厚的缘分啊，所以你好像度不度啊都没有什么得失心啊，没有得失心你就觉得比较好度啊。那你有得失心了之后呢，哇，这家里面的人如果有一点点的善根，你就欢喜的不得了。那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点善根，你就烦恼的不得了啊。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呢，你就要有这个佛的发心啊，善巧方便是化度啊。那怎么样？目的啊是要让令入菩萨智，令成熟解脱。好，那怎么样的成熟呢？就是虽与同止，心无所着，以本大悲取于处于居家，以慈心故，随顺妻子，于菩萨清净道无所障碍。好，那最重要的内容就出现了。我知道要度自己的家人，而且也知道自己的家人有善根，就要让他成熟解脱啊。那接下来呢，就要实践哦。那实践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一起，就要练习不执着啊。虽与同止，我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跟他是住在同一个空间啊，都不会擦枪走火，不会起争执。为什么？因为我只要负责自己的心，不要执着。这个不只是家人啊，包括同事，还有同参道友，在同一个道场当中，你只要一直秉持的心无所着，你就会度化所有的众生啊。以本大悲处于居家，以慈心故，随顺其职。好，这里呢就谈到居家它的确是一个苦啊，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苦哦。那回到家做什么？就是吐苦水。他就是啊在外面啊他也不敢要吐苦水啊，但是回到家呢，你就会听到所有的苦都出现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能讲啊，他只能在家里面倾诉啊。那如果在家里呢，你一个讲的啰啰嗦嗦的，结果呢，他没有机会再继续的无有挂碍的发泄啊，或者是弹出来呀，你就一下子啊，就没有体会到他的辛苦，他的痛苦哈。那直接就说啊，你这件事情已经讲了100次了，你还要讲几次啊？你不要再讲了，我都知道哈。那如果是这样呢，他的心啊就没有地方依靠，所以要用慈悲心啊，这大悲心啊，就是知道体谅到这个家人的苦啊，他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撒野啊，他只能待在家里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哈，自己任意妄为啊。那你不能理解呢他的愚痴啊，或者是呢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善于处理自己的烦恼啊。那我们就更是把他拒于千里之外了，他就没机会解脱啊。所以要用大悲心去体谅他，而且要拔除他的痛苦。好，第二个呢就是慈悲呀，随顺。随顺这件事情呢你可能在家里呀不太容易哦，都是别人要顺着我们我们是家里的三大王就是天霸王在家里才敢这样子。你出去外面你都必须要随顺哦，随顺地位比你高的，随顺能力比你强的，随顺你的学长，随顺老人，随顺小孩你各式各样的随顺好像很委屈其实如果有慈悲心的人随顺是一点都不障碍的因为自己的心就随缘，然后呢顺境而为率这个自己的心呢是在这个调顺的过程，不管遇到什么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顺所以呢如果你的心是慈悲是无所着的时候呢，回到家呢依然是随顺，而不是假的随顺。如果你不是真的慈悲，是假的随顺你回到家你就原形毕露就把自己这个这个最亲的妻儿就拿来呢
这个随便啊，任意对待啊。啊，因为什么？我在外面的委屈，我回到家我就不要委屈啊，那就变成什么？在外面是一个样啊，在里面又是一个样啊。所以这里啊，就是要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啊，在他的身边依然是保持正念啊，否则啊，我们自己啊都是嘴巴讲的很好听啊，好像呢念经念得啊好多步了，结果呢啊遇到这个可以放松自己的心。可以让自己的妄心随便啊串来串去都不用掩饰的人，你就会不断不断的起恶念，不断的起恶念呢，到最后啊，就是让自己陷入恶念的惯性啊。我就是看到你，我就忍不住就要发脾气，我是就想发怎么样啊？我不想改啊，怎么样啊？所以遇到家人呢、啊，最容易遇到这种啊，叫做什么？就是啊。哎，已经都是破罐子破摔了，我就不管啊，任意妄为啊。那你到什么时候呢，才要修自己的习气跟脾气呢？啊，所以啊，不管是在哪里啊，在外面也好了，在里面也好啊，你就要发菩提心。怎么样发菩提心？与菩萨清净道无所障碍。你要维持的是自己的清净啊，而不要呢随缘啊，随着缘。然后呢，顺境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对待哈、啊，然后呢，在家里呢，哎，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哈、啊。那我们总是啊，自己就是破坏了自己的清净道哈、啊。如果能够提高警觉，尤其是在最亲近的时候啊，啊，你这最亲近的人身边，你是最放松、最没有啊想到哦，我要来修行啊，啊，这时候你还能够修行。就表示啊，你的正念已经成片了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在道场啊，很不自在啊。其实表示啊，你要多多的来道场，要让自己在道场当中的这种不自在啊，变成提高警觉，正念现前，养成习惯，最后呢，就近解脱啊。那否则呢，我们就是啊，每次都在用家里的这种习气，一直让它呢无限。无上限的啊，无限上岗啊，让自己的习气啊，哦，完全呢，啊，不受控制啊，到最后连自己也受不了啊，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那就已经啊，啊，就是很难修了啦，积重难返啊。好，那这一段呢，其实啊，非常的重要精彩啊，佛陀啊，都很了解我们最难修行的，就是在家里啊。啊、哦，那现在呢，就提出这个举例啊，也希望大家呢，啊、哦，能够哎练习哈、哦，你看现在在家里就是最好练习的机会啊。那接着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佛了啊，因为你只要开始修行，你的佛性就会启动，只要有启动，有因就一定有果啊。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师父，各位师兄，大家好。我是严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父。我想回向都有一个目标，有目标就是有限，能将有限变无限，就是回有向空，空不是没有，空才能建设有。一切菩萨是否以此修行，努力的去利益众生，广积无量无边的智慧善根功德，在行住坐卧一切威仪中实践一切佛的智慧，来自利利他而能圆满成就无有颠倒的回向功德，请师父开示，谢谢。谢谢圆明的分享。好，刚刚讲的呢，就是哎，回有向空哈、啊。其实哎，所谓的回有向空啊，就是知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当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哎，就是有一些具体的有为法，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无善不起啊，无善不修，无善言不言。当我们有这些善的作用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有一种功德力哈、啊。这个功呢，就是功能，功能是什么呢？功能就是啊，它是
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哈。譬如说这个电有什么功能呢这个灯有什么功能任何万物都会有功能哈。但是有的功能是好的功能，有的功能是坏的功能哈。那功德的这个德就是指它的功能是好的啊。那这个好的呢，是对自己也好，对他人也好啊，所以我们才会说，有这个功德力呀，哈，我们就把这个功德回向哈。那看起来是有呢，其实要回向什么呢？回向空哈，就是空什么？空一切烦恼，空一切业障啊，空一切无明啊。那就像我们前面呢在第二个回向的时候就是要怎样要坏其可坏就是把这个可坏之法呢给它破坏掉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怎样就是进入这个湛然之境就是不执着。那菩萨呢因为知道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他不会因此就是落入空既然都是空就没什么好努力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既然它是空，所以呢你不管做多少它都是无有穷尽你不会呢觉得说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做的够多了不会，你就是会拼了命有就做，没有也就努力的去发心有缘的呢怎么样有缘的啦，我们就要把握因缘好好的度化。没缘呢，没缘是这个菩萨呢他会去创造因缘。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认识哈。你不了解我没关系，我们可以自我介绍啊。那你觉得师父煮的饭呢不够好吃，好，那我们再去练习再煮更好吃哈。我们现在诵这个经呢好像不太熟，那我们再多练习几次，让这个经典可以非常的熟悉哈。凡事呢都是一直不断的练习而来哈。那在佛的字典里面，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那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要这样看自己。我们自己可以成佛而不是佛那么伟大我们这个妄想成佛是不是太自不量力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永远都不会成长，不会进步。所以呢就是菩萨的发心他是唯有向空哈，那空什么呢？空掉他自我的设限，空掉对于自己的患得患失哈，这样子你就可以无有挂碍的去发心，就是尽心尽力嘛。纵使做不到100分，你的尽心尽力也会比0分好哈。那有这种心态呢，你就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哈。要不然呢，每天都是在想放弃的边缘那到最后你就变成自己把自己的善根给泯灭了所以这学佛其实有很多人说那个每次都自吹自擂好像很不好意思，会不会太我执所以每一次呢被人家称赞自己都会觉得没有没有啦不好啦，然后有的人还更夸张，就一直否定自己那刚开始呢是怎么样？要多一点鼓励那没有人鼓励我，那怎么办？自我鼓励，要帮自己加油哈。那你要先看到你自己的进步，看到你自己的愿意啊，你就会知道，的确呢，我们自己是很有善根哈。那有一点点的自我吹嘘也是没有关系啊，总是比自己总是自卑啦哈，自己丧自己的气来得好哈。所以呢一开始你就要像佛这样不断不断的赞叹我们好，那我们呢要怎么样得到这种赞叹你就去读佛经啊，因为佛经里面呢都一直在赞叹一切众生的善根，你读了佛经才会知道自己真的很有善根否则呢你在这个世间呢大概都不会碰到很真心诚意要称赞你的因为他也想不出什么好话那佛陀的话最美佛陀的话又真佛陀的话又给我们一个向上的力量，那么就是开卷有益。好，谢谢圆明的分享。谢谢师父。师父还有各位师兄阿弥陀佛，弟子应同。那今天呢是
等一切佛回向的一个主题哈。那回向个人的话的心得是这样子，回向它就像一个善能量的一个循环，那它相反的就是一个恶能量，就是一个诅咒的循环。那我们要回向当然是选择这个善能量。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回向的话都会以个人的亲朋好友周遭的人来祝福，希望他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份的祝福，以这一则祝福的能量让他可以有所一些帮助，或者是有所那个一些得到一些帮忙，这样子让亲朋好友可以就是然后自助，然后还有借我们的回向有些帮忙这样子齁。那我在想说佛陀一直在佛菩萨叫我们来做回向，我在想回向，我们现在有知道要回向，要开始回向，这肯定是有因缘的，肯定是我们之前啊，在回向之前是接受到我们其他的亲朋好友的一个回向给我们，他的能量，他的善的能量给我们，那我们有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再经由我们的身上再转发出去，所以是一个循环，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我一直这样往前推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接到亲朋好友的这个善能量，然后亲朋好友也有接到他的善能量，一直往前推，这个善能量从哪边开始呢？那我想到了，那从佛菩萨那边开始的嘛，从那边发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是那一份善能量的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一个暂存站。然后我们等到我们知道我们有那能力之后，要把这一方的能力呢再转出去，去帮助我们需要的人。好、哦、那需要的亲朋好友，甚至他都希望齁、哦、我们可以回向给众生，不只是人哦。所以是这一份能量是由佛陀他所转发出来，借由我们个人这边收集到了之后再转发出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只要你有发心你就知道说你要开始做回向了，那你回向出去之后佛陀的力量又给我们，那他知道说你这个能量越累积越大，那甚至说你的能量越来越可以承受越多，他就给你更多的能量，你就可以转发更多的那个回向出去，可以自利利他，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这边今天的心得是说啊，这个回向本来应该就是佛陀给我们的一种能量，那最后还是会回到佛陀身上，那这个就是整个圆满的一个大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其中的话，佛陀教我们就是说呢，这个经文里面有写，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先发大愿，要有正念，要有一些思想要是对的，而且是善的，然后把佛陀这个能量给传出去，让它可大，然后可广这样子。以上是弟子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英童的分享哈。哎，的确呢，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会觉得原来佛陀是这个最会发明很多的方法跟仪轨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佛法当中啊，在天下有很多的道场。每个道场的方式啊都有所不同，但是又有一个共同性哈。譬如说你要送个经啊，它的仪轨啊，你不管在哪里你送到的是同一部经哈。那你要礼佛呢，你到哪里呢你都可以礼到同一尊佛哈。你要听法呢，你听来听去呢，都可以啊听到啊，就是一样的佛法啊。那这佛陀呢，他不但是如此哦，他也会教大家呢变成佛的方法啊。所以回向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变成佛啊，那让自己变成佛，那怎么样就要用接力的方式啊。我的这边接收了很多的回向，然后同时呢我也能够成为回向给别人的人啊。那这样子呢，其实啊整个世界的能量啊是流通的，是没有挂碍的。那谁去开始呢啊，这个开始这件事情啊，就是佛陀他就把大家的这种
内在的潜力啊给启发出来啊。所以其实不是佛陀给我们能量，是佛陀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能量的，然后透过回向呢，把自己内在的这个潜能啊把它给发挥出来啊。那看起来好像呢是一种送礼物的习惯啊，什么积极啦累积起来。然后呢，我有终于有累积到一定的能量之后，哎，我就再把他礼物一起送出去哈。那事实上呢，其实啊，佛陀就是非常知道哦，那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库啊。那借由这个仪轨哈，感觉好像是送别人，其实呢，你自己啊也是同时也是接收者哈。那这样子呢，就会变成一种循环，那生生不息，然后到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就圆满的佛啊，那这就是佛的方法啊，所以非常有趣啊，就是佛陀很会设计很多的修行方法，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依之而行啊。谢谢英童的分享。